Hello，大家好，欢迎韭菜实验室，我是杨洋。集成灶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有句话说得好，宁买曹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这一张床的大小，还想要一个厨房，集成灶就必须得安排上了。有朋友可能就会说了，一个灶而已，能有多大的区别啊？我家里燃气灶用了几十年，也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哎，生活可不是能用就可以将就的，要精致一点点。而所谓的集成灶与普通燃气灶最大的区别，就是将原本分开各自进行工作的油烟机、燃气灶、蒸烤箱、储物柜等做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多合一。另外一点区别呢，就是吸油烟机的高度，它的吸烟口距离锅灶15厘米左右，油烟刚刚冒出头就直接被吸走了，避免了油烟的四处扩散。并且集成灶的吸油烟机采用的是侧吸下排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相比传统吸油烟机更加高效，拥有更高吸净率。这是因为其运用的微空气动力学原理，利用下旋空气施压形成了负压区，把油烟都聚集到了底部被吸走。采用这种方式的好处呢，就是油烟的吸净率更高，甚至超过了 95%。 同时油烟机的清理也会更加方便。现在市面上集成灶的油烟网多是采用特氟龙或者纳米级的高分子材质，其特点呢就是不沾油，日常做完饭之后用湿抹布一擦就能弄干净了。并且根据数据显示，我们国内厨房大小8平米下的呢达到了 68.9%。 所以可以想象，要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放下燃气灶、油烟机，亦或是蒸烤箱或者消毒柜，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集成灶成为了现在年轻人装修新房时的首选。但集成灶这么多，该怎么买？买哪个品牌呢？我们在各个网站和 APP 查询发现，这集成灶排行上面，火星人这个品牌啊，一直都是第一名，甚至连续6年都获得了全网集成灶的销量第一，于2020年12月完成了 A 股上市。根据奥维渔网的数据显示，2020年线上集成灶高端火星人的市场占比就达到了 25.7%。 而在集成灶的 TOP 10里面，火星人的市场占比也是达到了 17.85%。 但这品牌到底是真实可靠还是虚有其名呢？那我们就去它的线下实体店好好看一下。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到火星人集成灶的门口了，现在去看一下，走吧。就都来看灶了，不做个菜肯定显得我们不专业，对吧？既然呢我们是在四川，肯定要做就做回锅肉。这普通的青椒回锅真的太简单了，我们要做就做魔鬼椒回锅肉。看他们自己宣传的，可是炒100个辣椒都不呛人的，你不信试一下。这款集成灶呢，采用的是54颗 LED 灯的照明，照明能力更强，穿透力也更强，能够透过油烟直接看清锅里的食材。这里加入魔鬼椒，翻炒一下，再来点青椒作业，是让他们误以为这就是一盘普通的青椒回锅。因为这款集成灶的油烟网呢，采用是特氟龙材质的，完全不沾油烟，每次炒完菜之后，只用拿湿抹布这样一擦就可以了。同时火星人蒸烤一体化集成灶能满足上炖炒下蒸烤同时进行，省时更省力。60升超大蒸烤箱容量，多大的菜都能放，烤箱结合蒸箱功能，多种模式随心选。蒸烤箱内部整体无缝焊接，更易清洁。现在两道菜呢已经是做好了，但是这么好的东西肯定不能让我一个人独享吧，这事我就不吃了，我就带回去给他们好好试一下，再回去了。现在呢我们到办公室的门口了，老白已经给我发微信说他已经闻到下午茶的味道了，那我们就让他尝一下魔鬼椒的威力。老白，这边是虾虾。好吃吗？很不错，让我试试。可以啊，我很能吃辣，都
那我也抓不住这个，那我也挺能吃辣的。你如果抓不住的话，你就去喝点水吧。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好了。我都没水了。这么夸张吗？好了，根据我们的实际体验下来呢，集成灶其实完全可以取代现有的燃气灶和油烟机，确实室温效果更好，占用的空间也更少，很适合厨房空间小或者开放式厨房的家庭。而火星这个品牌，它能获得这么多排行榜的第一名，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这不618也马上快到了吗？毕竟火星也是集成灶的线上销量 top， 线上店铺的优惠力度也是相当大的，有兴趣的朋友可别忘了去看看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